好，来，同志们，来了，那我们开始了。While having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这个保还来了。你们真是顽皮。好，这就是街舞第四季战队成立发布会，现在开始，请四位队长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战队组队理念。有 PPT 啊，还韩庚队长。今天呢，我也说两句哈。茶缸得要有茶缸得吹吹茶，少杯茶。今天呢，做个总结。来将可留姓名。王晨晨事业。说好，说好，我正经说说我的战队宣言哈。虽然我之前我也说过，希望我们各国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理念能融合的更好。那在我的战队里呢，我希望大家都是很 respect， 很轻松，很去享受，就是玩儿。接下来，王一博，王指导。我很简单啊，就是总结了三句话，就是交个朋友，一起跳舞，留下好的作品，谢谢。大家都这么简单。我以为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发布会，我还准备了演讲稿。来吧。哇，有点长啊，我拎一些重要的讲吧。现场删减。对。 Battle for Peace 是这一季街舞的主题，也是我心里觉得非常酷的街舞精神之一。好。我是在等翻译。好。好。好。没到掌声的点。我也对在不同文化在街舞中的碰撞跟融合非常的感兴趣，希望跟大家一起在未来研发出更多街舞的表达形式。跳自由。跳战斗。也跳对世界和文化有意义的作品。特别像公司的老板给员工培训的感觉。好。好，结束了。最后一句话啊，我也希望我们能做更好的舞台，一起加油。哎呦，大家准备那么多。我也准备了一个。我的比较短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队长Henry 刘宪华，我希望我的战队是一个乐队，有鼓手，有键盘，有指挥，我会带着我的小提琴，永远为大家伴奏。To all the international dancers, we can let's make some art, magic, while having a great time. Thank you.哇，写得真好。好的，四位队长都已经讲述了他们的战队理念，现在开始正式组队。今年战队组建规则与往季不同，我们将分两个阶段完成战队组建。第一阶段，每位队长邀请四位舞者率先入队，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国际选手。队长将带领着四名队员进行预演战。预演战将进行五人 crew battle、战队双人作品战和 two on two freestyle battle。
其他未入队选手将通过这次的预演战来了解每个战队的不同风格和街舞理念，他们还将自由组合成五组来表演各自的作品。预演战结束后，我们将开启战队组建的第二阶段，队长邀请其他选手进入战队，战队由此正式组建完毕。现在请四位队长前往自己的房间，写下自己想要邀请的四位选手的名字。没有被重复选择的舞者将直接受邀入队，如果这名舞者被重复选择，他将需要接受队长的密聊，然后做出反选。黑屋就是可以偷看的那个黑屋吗？小黑屋是什么呢？不知道，我很想告诉你，但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了。小黑屋，因为我毕竟是新队长，我是最没有经验的。一博，哎，选谁？哎呦呦呦呦呦啊！哎，新来的嘛，嗯，选谁呀？选谁？嗯，谁？我们这个组队将会分成三个阶段。走吧，赶快写吧。好，叫你进去了。这是我的房间。哦，对对对，哎，不是，我是哪里啊？啊，你跟我走吧。哎，布老哥，你行。庚庚呢？不能让他们看到。有可能他们在吗？在上面在看我。哎，大哥，你在这儿啊？这个椅子太颤抖了，看不到。好吧，来吧，写吧。以上季的经验来说，做你们班的比较多的话，如果有几个编舞跳的比较好的在手里的话，对于这个整个团队的平衡是比较好的。我一直说乐队是因为能把声音表达最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dancer， Sorry 就是一个军鼓， Zico 就是我的小提琴， Roska 是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他就像一个吉他手，Electric guitar， 一个 solo 的一个 electric guitar， 配这个乐团，绝配。OK， 写完了。对这四个人的组建战队的策略是？就是很简单，我喜欢的。怎么会选他呢？你果然选了他。对呀、啊，对对，我想了很久，然后就你果然选了他。Papi C， Papi C， 哦 ，Papi C。你选谁？他 Papi C， Papi C， 还有谁？哥也跑，就是选了 Papi C 嘛，我看到了刚刚。是吗？对呀、啊，你在那边都看得见。哎，还可以换人吗？可以吧？来来来，我们再聊一下，给我两分钟啊！两分钟。声音不行了。那以为是真的。我每次到了这个环节就头疼我。那你有怕你下路这边被别人？我当然怕了，肯定怕呀。请队长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待公布结果。啊！你说以前都是我们进小黑屋跟别人聊，这回好了，我们在这等着，我们在小黑屋待着。紧张吗？我都能感受到以前他们那些舞者的心态和状态。哎呀！